三月十二号植树节就要来到，柳阳基于病院特别趁着这日进行办理相关的环保活动。今年甲以往无同，除了依赖动静之外，病院嘛要请到邻近的学校、社区共同响应，大约200多人今日一头早伫院区的捡水池边啊，做伙来种树啊，爱地球。今年特别邀请了我们外面就是西北地区这附近一些环境维护的志工队哦。当然这个环境教育要从小朋友开始做起了哈，所以我们也邀请了附近的幼儿园的同学们哈，来一起参与今天的这个活动哈。爱地球，环保这个概念应该是从小就是扎根，从幼儿园开始做起，所以我们期待呢可以带领宝贝参与这个活动，让宝贝呢成为呢真正的小小环保尖兵，还有爱地球的小小帮手，宝贝心爱地球。那我们也希望呢用这颗呢小小的种子，然后将环保爱地球的概念蔓延到各个角落。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有付一点点的心力，让帮着环保做，还有让我们地球更好，尽一点点微薄的力量。对，是我们的荣幸啊，能够来参与这植树的活动，是我们的荣幸。幼教育呢，是各个教育阶段的基础。然后将环保概念向下扎根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敏慧医专幼儿保育科，我们得知柳营奇美医院有小朋友的植树活动，我们也主动联系的院方，希望能够一起共襄盛举，将这个环保爱地球的种子散播出去。另外今日病院也安排会给 DIY， 由着敏慧医专幼保科学生带因家小圆圆幼儿园的囡仔同齐动手插花，借此来进行环境的教育。柳阳基美的院长吴顺贤表示，环保的观念自细汉就爱建立，希望透过这回活动，让囡仔了解优先环境的重要，未来地球才会越来越好。南台新闻台柳阳采访报道。